茫茫股海，诡谲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获利良机，让专家指引我们成功的方向，让幸运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幸运星，本节目由 News 酒吧与华冠投顾共同直播，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股市幸运星，我是代班主持人诗瑜，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华冠投顾超级幸运星、超级财神仙女、趋势女神、飙股女神、貔貅女神、鱼肚女神，我们波波高女神林欣荣林老师。老师你好。小雨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幸运星华冠投顾副总林欣荣林老师。是周末开心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你都被陈真教坏了。一定要的，我一定要多跟小甜心学习一下。哎呦，赶紧来看看今天这个盘，也是真的是令人开心啊。今天的大盘中场收在10868点，大涨了140点，成交量收在1266亿元。昨天的节目呢，投资朋友有没有仔细听，有没有认真听，有没有努力的听，老师才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事就要发生了，真的不要再悲观了。果不其然，看看今天老师，好事真的发生了，果然有花生，对不对？乌娜乌娜，果然有土豆。今天阿姐有没有回来啦？乌娜乌娜公斤啊，当然回来啦。但是呢，回来做什么呢？回来救苦救难来了。是的，对，救什么苦呢？救大家套最深。嗯，我们讲亏最多，嗯哼，融资断头又断头的那一些跌深股。嗯，所以我说阿妮可以回来第一个动作，他一定是要救苦救难。是啊，不死的死，躲的躲，不死的嘛，不要都去投啊，这个盘是要怎移？嘿呀，啊，再不来来不及了。嗯，因为这个我也说嘛，现在是消息盘，嗯哼，主控着盘势嘛。那你看台股跌了2周，对，那路跟真正剩一支棍。所以我前天给你听滴答滴滴答滴，我说我听到微微的倒数计时的声音。对，昨天我要跟你说好事就要发生啦，不要再恐慌，不要再悲伤。嗯，七月份 MLCC 矽晶圆 MOSFET、嗯、还有我们讲的 PCB， 我请你获利了结，对不对？有，你现在回头看，你那个钱被幸运星老师变大了。嗯，你看嘛，七月初国巨叫1310块，对，10块送给你，1300就好。嗯，你今天回头国巨最低叫做500，又破底，然后再翻嘛。嗯，那你一张卖掉一张国巨，你听我的话，七月份你把它获利了结，塞你家的金库。嗯，你就都不要跟，你七月份也不用去跟我的4927的泰鼎好了，是24.5。我们带着会员24.5买进，他们不要37.7块。有，我跟你说，对啊，七月份我说 MLCC 哈，嗯，跟矽晶圆你都唔知道，我跟你讲，矽晶圆呐 ，MLCC、PCB 那时候大概拢在六，拢在逢低摊平，拢在捞底。哦，我们领先市场3-4个月。是，我四月份做 MLCC 的巡，给那五巨星，你知道，国巨啦、华新科啦，然后3026和生堂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我们讲3090的日电茂啦，是，还有6173我们的 Only One 材料王 MLCC。材料王53块带会员买进的，他就这样飙，要不要飙飙飙飙飙一倍飙两倍，这样给他飙上去。老师那时候有称号 MLCC 女王，对，那时候我是 MLCC 女王，啊、对, 对, 对，被动女王、嗯、是，其实我很主动，哦、我看上了，我绝不让他跑掉。哎呦，只是眼光比较高，没有比较很让我看得上。就像我的股票，我一直来都很少挡、嗯，我就喜欢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对，我就跟 Aniki 一样领先市场。啊、不然你以为 Aniki 喜欢逢低摊平哦、嗯？那你国巨从1300给我摊到现在来，对了、哦，今天涨5%啦。啊，问题是你沿路摊，沿路摊。对啊，我告诉你哦，国巨不是今天才反弹，它已经反弹了 N 次哎、欸嗯，你每次弹你都来追追看。天哪！对啊，所以今天还有人问我要不要追，你自己想一想、嗯、，Aniki 怎么做，你怎么做，那个才是重点。嗯，啊，如果还是不懂，就来上课。没错，盈盈学堂第九班，有赶快来上课。嗯，对啊，那你看哈、哦，我们五月份赚的什么？3016加金，有矽晶圆给你6个星星，有加金，对，3016加金，我们带全国会员38块，嗯，我们顶高机啊，一机个顶了，一个飙到90几块，嘿，爱赚多少还自己决定啊，我也都分享给大家，我也没有说自己藏起来赚就好啊，没有、哦，那我做节目本来就是说，除了给你好的股票之外，我也给你带好的投资理财观念嘛，没错，那五月份矽晶圆我也送你。
合金，嗯，也送你6488环球金，是也送你5483中美金，还送你台盛科嘛？有，那那时候送你，隔一天就全部都涨停板嘞，你知道吗？记得啊，那个是不是主流？是啊，对啊，啊有什么好捞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涨完我们就获利塞金库嘛，没错。包括六月份8016细创全国会员就有7块，我们给你飙到132，有获利塞金库有那么难吗？啊，塞完了之后，你再买下一波的主流，七月份的 Teddy Bear， 嗯，4927的。太顶嘛，因为我也跟大家说，那时候很多 PCB 都拉回，只有一档不会，就是它，因为它跟中美贸易战完全无关。嗯，就我们带着会员买，是不是24.5块就直飙到37.7块？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说，有一档波段股9910的丰泰杨贵妃，爱吃奶鸡。对，那么我那时候还跟陈真那边开玩笑，因为你知道陈真是又白又嫩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杨贵妃一样啊，啊很可爱啊。嗯，我就说那个丰泰就比杨贵比那个我们陈真还丰满。我果不其然，148给你飙到197，再送你5块钱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爱赚多少自己决定啊。那你如果七月份就沿路。你去买被动元件，八月份你就沿路捞矽晶圆，然后就这样沿路捞六口背一底背一底背，然后套牢的就加码。你的老师就跟你讲，看好加码加码反弹加码加码报警，你知道吗？摊平。我真的有很多持股见证的，他买了十几次。天哪！你今天很高兴啊？我不知道在高兴什么。我问你五个字好不好？你赚到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问问自己，你赚到了吗？你问问自己嘛。嗯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投资生涯久了、多了、经验足了，我的节目，我希望是很专业的理财节目。是，我除了给你标股、给你补荷包之外，我也希望改变你的投资观念。对，你投资观念如果不正确的话。今天我给你什么标股都没有用，你又会回归本位，又会开始恶性循环。真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要抢，要捞底，捞到现在，你现在矽晶圆总算涨停了。我问你四个字，你开心吗？你说老师，我每次抢反弹我都大赚，我抢了十几次国巨，十几次抢反弹我都大赚。哈，那你真是神呢、欸。都没有夹到、还是夹到的放仓库、啊赚的算你的啊，夹到放仓库啊，不能这样子哦。对、如果你这样子，你又找一个老师跟你一摸摸一样样、那事情就很大条了，对，很无解啦。那假使你想领先市场3-4个月的话，而不是现在才问我要不要追矽晶圆，或者是要不要砍，可不可以捞，如果你想领先市场的话、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跟上老师的标股总动员超值超强企划案，大家一起练武功。是，基本上这个超值企划案呢，下周主流股会在我们讲 Aniki 在主底反弹的过程中，主流才会出现。今天大部分都是跌升反弹，所以下周老师会给全国办好手续的会员朋友们，那么来讲报哦，零星燕窝哇、老师呢都会给你传好，然后我们要来进补。补荷包，补身体，一定要。那今天呢，先度假去，下周老师会带大家吃好料，大进补、那现在眼前太棒了，大家谢戏抖一抖，波西马波的去头一寻，我告诉你，曙光又乍现了，哇！标股总动员的好机会又来 了，所以下礼拜好好的跟着我来发财喽，一定要。对，所以我开这个企划，请投资朋友我听到的哈。赶快把握机会，打电话进来，我们一起来哈、那老师问个问题，有那你的那个盈盈学堂第9班呢？哦，还有机会吗？有很多人在反映哈。那今天老师也会就学员们提出来的问题，是学员们好棒哦。你们虽然哈提出来的问题买点不是很好，但是形态你都选对了哦，棒棒啊，太好了！连新生啊，连一个第9班的刚报名没多久、他都可以选出让我吓一跳的股票，哇，学习能力很强哦。是一个当当啊。那老师今天会就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告诉你们，包括有人也问到量的问题啊，老师什么叫量大啊，什么叫量小啊，老师我这只是多头股吗啊，老师这个有在出货吗啊，老师这个什么什么啊，老师今天好、会特别单就个股还有你们不懂的地方、给你们画龙点个睛，这里真的是很开心的地方，有的学有的赚，五家各五家，所以第9班老师持续开放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不但要练武功还要怎么样，标股特工还要标股总动员，好事会持续给他发生，发生再发生。好的，
所有投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幸运星老师，不管你想跟着老师学基本功，影音学堂一定要赶紧加强你的脚步来报名了。最重要，如果想跟着老师赚快钱，找到财富的自由，找到财富的花朵，那就赶紧跟上老师的飙股总动员咯。如何来跟进呢？广告中告诉你咯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02-6630-3237 亲爱的好朋友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今天不论你是想要大部队操作，跟着幸运星女神老师亲自带进带出，没问题，来到飙股总动员，老师给您最强大的企划案，给您最超值的优惠，欢迎您一同来跟上飙股总动员，02-6630-3237。另外，幸运星影音学堂，欢迎您来到学堂课程当中学会如何单兵做操作，02-6630-3237，给您完整12个月的课程，同时还可以往前回看前7天的内容，前面7天的课程让你免费学，让你免费看，让你加头又加尾，最重要的是加值加量还不加价，让你用最低的门槛直接跟上幸运星女神一起来学功夫学本领。幸运星影音学堂课程02-6630-3237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广告过后，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回到节目现场。操作股票真的需要同业的认同、市场的认同，还有阿尼基的认同。想要操作到这样子，当然一定要先找到台股的花朵，就是我们林俊荣林老师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有钱花。开心花，尽量花，乱乱花，哇，好好爽、哦、这种感觉。所以今天老师让大家听99朵玫瑰花，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开始有钱花、开心花、尽量花乱乱花。所有的女人都爱这种花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也爱嘛？嗯、对不对？我当然爱啊！男人们记得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来跟你讲讲哈。嗯，像今天大盘，我说救苦救难嘛，那它当然一定是拉人。气跌最深的，大家伤最重的、先疗伤，因为加护病房这些人都要断气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定要先给他止血，所以今天所有的跌升反弹股通通都跌升反弹了、那重点来了，阿尼基先止血了之后，然后呢会在反弹的过程中让一些形态很漂亮的股票慢慢酝酿，慢慢酝酿，酝酿了之后就会开始发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星星老师看上的股票，不管是四月份的 MLCC 五巨星，还是我们的补涨股3537的宝达28标到47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或者是矽晶圆五月份的3016加金，我们从38标到93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六月份的 MOSFET 8261的富鼎，对不对？富鼎我们32有没有给你标到61？有。或者是8016的细创97块，我们盯下去，给它飙到132，这都是老师实在做实在讲，会员可以帮老师做转正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七月份跟你讲爱美啊，因为家中起晚啊，阿尼基早啊，阿尼基无可能爆上个爆下，阿尼基未甲你拉回早买点买，但是你也发现吼，七月份、八月份、九月份，通通大家 NLCC 跟矽晶圆的好消息、也让大家好好的去接啊，你不接啊，人家怎么出？大家都要想、想清楚主力的阴谋、啊也不要去怪主力、啊不技不如人啊，没办法啊，又不来上课，我也没办法，真的要上课、啊、老师讲你也没在听啊，不然你七月份把国巨卖掉随便也有1300-1200吧，对，1500你可以买几张你知道吗、但我也不建议你买啦、跌升反弹齁、对，基本上对套很深的人，套很牢的人也是一个仁慈。那如果你有 MLCC 或被动元件，你套很深套很牢，你可能加码了 N 次，你死都要买在最低点的，那基本上你得听清楚了、在未来跌升反弹的过程中，你神经也要绷紧一点哦，你要慢慢的慢慢的把你的资金换出来、找好一点的形态，跟着老师是跟着阿尼基走，你才能找到财富的花朵，很重要。对，你一定要跟着大腕儿，跟着有钱人走。有钱人为什么有钱？他有他的方法、，trust me， 他真的有他的方法。所以那个方法，我也会在幸运星学堂第9班
里面去好好的教我亲爱的学员们，你们都是我的宝贝蛋。嗯，嘿，那轮回不轮回，有可能我比你较少年，因为我给你这才不会。但是我的经历真的挺丰富的，真的。那你老师说实在的，需要稳定度高，不是昨天跌带你砍，前天涨又带你追，然后大前天又跌又带你砍，啊，再大大前天又带你追，啊，总会给你追到最低的，啊，总会。那你这样子，你觉得你是在投资吗？伤痕累累啦。啊，你就会这么会追，你自己追就好，干嘛要找个人帮你追？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说做事情一定要有方法、嗯，你一定要跳出庐山才能看得到庐山的真面目。面目嗯、所以一直以来，老师都会把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告诉大家。那下礼拜是。阿妮奇今天来止血了，那你发现大盘涨了140几点、嗯、OTC 也涨了快2%、嗯、虽然涨的都是跌升反弹股，但也不错，让大家消灾免难、嗯、那将来一些好菜，一些锦上添花的好菜，刘、嗯、老师为什么要锦上添花？没法度，好人就是锦上添花，阿妮奇就是爱锦上添花，嘿啊，伊没在雪中送炭的、嗯、好，锦上添花的那种进补级的股票是我会在节目里分享给大家，但最早就第一时间我一定是带会员好好的买。那最近我们讲我们的飙股总动员，好 Oh my god， 反应还有点给他热烈耶，真的很热烈耶，不是有点啊老师。大家都有住在巷子里齁、哦、那个叫发财巷，那叫飙股巷。哇，一定要知道的巷子。对啊，那个巷子里齁有，我跟你讲，很多我们讲行啊来的人知道，然后来加入老师的飙股总动员、嗯、那老师现在都开始动员起来了，因为阿力奇已经开第一枪了，你不要悲观，再来呢好事就会发生，飙股就会发生，主流股会一档一档出来、嗯、那全国会员办好手续，老师你准备好人参燕窝冬虫夏草，下周给大家补一补，一定要。对，那今天大盘呢基本上当然也是，当然我都跟你说阿力奇回来、嗯、他当然是人工盘啊，是的、啊、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那个台积电、嗯、一支就好，有53点，是大立光、大立光，对，这粒光一支就有13点，鸿、嗯、海，鸿海一支就有11点，和硕有4点，嗯，国巨有3点，华新科有3点，国泰金有3点，南亚科有2点，我只讲了8档，你知道拉几档吗？拉几点吗？拉了快100点。才8档而已，才8档而已，我只讲8档、哦、啊！如果我讲个20档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控盘者他先把全指股给弄起来、嗯。为什么今天要发动呢？因为昨天融资断头的断，已经断好几次，嗯、这5天以内融资减了150亿，还叫做清清气气，还洗很凶呢，洗得很无情呢。他怎么会雪中送炭？他绝对是落井下石啊！弄、嗯、到大家拢站站出来啊，真的，站一边无够，站两边无够，站到后你真正头拢剁剁掉，唔敢搁算啊，要放空啊！我昨有跟你讲，未使放空不？有，张老师这波有讲哦，吼，未使放空啊哦，好，过来今仔日，你看阿力奇就来啊，所以你以为我看不到阿力奇吗？都很难逃过我的火眼金睛，真的，老师想看到都看得到。阿力奇吼啊，帅又多金哦，阿力哇，那可以介绍给我。马上听到关键词，你叫我怎么回答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？你可以看得到全指股这样拉，是。那么 OTC 去拉谁？你知道吗？嗯、你们要知道 OTC 全指占最重的就叫矽晶圆啊。那矽晶的龙头是谁？环球晶啊，它今天涨停、嗯、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上礼拜追，然后这礼拜一又砍，然后礼拜三又追啊，昨天又砍啊，今天要不要追？嗯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嗯、我们讲跌升反弹股，它都会反弹，反弹个几十次就啊、嗯。那你每一次反弹，你都要买，每次反弹你都要买。那你知道环球金从几块跌下来，642块跌下来，今天反弹叫314块、嗯。你如果沿路摊到现在，天哪！问问你自己，你摊到了吗？嗯、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说持股见证，很多人就很奇怪，嗯，600的要买啦，500的要买啦，400的要买啦。300的也要买了、啊，真的给他买到300了，开心啊！今天314啊，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在开心什么。嗯对啊、我们做股票哈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
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很老实，很直接。嘿呀、啊，你们老师都跟你讲啊，都给你吃麻醉药啊。嗯、我跟你讲哦，谢金元哦，缺料、哦、什么什么，你就要怎样哈、哦？我们哈、哦、就继续哈、哦，我们要对我们的股票有信心。哎，真的、啊，这样很危险、欸。持股见证人跟我说的啊，我、嗯、们老师都说这个要很有信心啊，真的缺料、哦。找错老师了啊。哦实在是真的要找幸运星女神，你们自己要搞清楚，要有智慧啦，不要傻傻的、嗯、老虎老鼠分不清楚，真的要灌药给你吃你就吃啊、欸、钱是你在亏、欸嗯、对不对、啊、开心涨停你在开心，对不对啊？涨停你也赚不到什么啊，所以一定要买主流赚主流，并且要领先市场，你并且你要跟着 Aniki 走。过去老师四月份没有人在讲 MLCC、欸、对啊，我说了老师领先市场，我也带会员喝花杯呢。嗯，五月份没人敢到细金元，细金元从八月份叫你买，七月份叫你买，我五月我有领先三个月不？看我哪里叫你起啊？那边哪里塞？对啊，我去接掉下来的刀子。嗯，然后我们讲 Mosfet 五月底六月叫你买八二六一的附顶，也是后来八月份人家再叫你去买。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沿路接沿路接，对啊，那一辈子这样子在股市里恶性循环，你怎么会赚钱？你怎么会赚钱？对啊，那、啊、你们想过为什么你不会赚钱？因为没有加入标股总动员。对啊，如果你想直接赚，你就加进来。真的？那你如果说真的很想，有的人真的智慧很高，嗯，他不是只有想赚老师的标股而已，他想财富自主，他想未来、嗯、他可以 fire 老板。哦、oh, ，我就 fire 过老板了、啊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我对啊，因为我不想做了，我就不要做，我自己就有办法赚钱呐、啊。那、啊、我现在是在做义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啊、我本来就做义牛呀。啊，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他很专业，我把你们的正确理财观念给他矫正过来。没错，我跟你讲啦，台湾的人吼，你买股票足喊的啦，真正拢听消息的啦，嘿、oh, ，了死，你知道？真的，我就讲过嘛。电头毛讲带一支的 key 五二五五的什么美捷，然后讲什么朋友讲的 key 哦，我讲没 key。有昨天老师节目有说。对啊，我讲没 key 的，啊今天有 key 啊，但是一百十几块买的啊，啊到今天你 key 两块半啦，剩四十四块啦，啊你赚到了吗？啊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 wake up。醒一醒，要理智，要聪明一点、嗯。咱们一定要跟着 Aniki 走，才能找得到财富的花朵。没问题。下礼拜我们要来进补，我们来补荷包，补人生，补燕窝，补冬虫夏草。一定要标股特不标股总动员，我们全部都火起来了哈 ！Aniki 已经进来了，全国会员办好手续的一起来，请投资朋友务必跟上老师的脚步。第九班持续开放，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好，请大家开心的度周末咯。哇，真的听完老师节目有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？我也觉得好开心哦。对啊，下礼拜我们就是从头笑到尾，这边度假，这个礼拜先来度假，好好的花、嗯、下礼拜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赚，对不对？轻松的赚，努力的赚，没错，到时候再尽量的花，开心的花，这样才是美好的人生啊。真的、哦、干嘛一直套牢？真奇怪，姐姐我就不喜欢套牢啊。嗯，所以投资朋友找对老师跟找错老师，找对专业跟找错专业，那差很大的。投资朋友，标股总动员跟老师的影音学堂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一定要赶紧打电话进来咯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幸运星老师林信荣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小雨，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，不要忘咯，幸运之星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老师祝全国的投资朋友有钱花尽量花，开心花，拜拜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02-6630-3237 6630-3237，亲爱的好朋友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今天不论你是想要大部队操作，跟着幸运星女神老师亲自带进带出，没问题，来到标股总动员，老师给您最强大的企划案，给您最超值的优惠，欢迎您一同来跟上标股总动员，02-6630-3237。另外，幸运星影音学堂，欢迎您来到学堂课程当中学会如何单兵做操作，02-6630-3237，给您完整12个月的课程，同时还可以往前回看前七天的内容，前面七天的课程让你免费学，让你免费看，让您加头又加尾，最重要的是加值加量还不加价，让您用最低的门槛直接跟上幸运星女神一起来学功夫学本领。幸运星影音学堂课程02-6630-3237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